觉得走在路上就很像在看那个巴黎时装秀迎面而来的感觉。我觉得有点像在看电影一样。嗯，对啊，你就在店里面，你在店里面而已。对啊，电影里面这种，或者说，然后就很冷，然后路上就冷冷清清这样子啊。嗯，像网咖这种地方啊，比较不流行。这附近有没有可以帮我留意一下？这附近我看再看看。好啊，因为这个区域我也不是很熟。OK， 反正你就留看看有没有什么是走路可以到的地方。嗯。我刚刚看到网路，可是很慢，超慢的。就在那个室内。对，然后我连传字都没办法传上去。字幕像Facebook留言的，那就 status 我都没办法上传。是，那真的糟。对啊。你不是打印？嗯？你不是打印有那个即时的 real time 的那个？我要背一个字去基在基地台吗？对，那个小耳朵在。而且这是三 G 漫游超在传那个很贵。这里还是对面，这里是啊，对面是就卖电子产品。哦。